哒哒哒哒。因为他们这种比较不会脏吗？就是细节嘛，你远看都嘛都是房子。好啊，看完一圈了，要买哪一间？他们对面就是基地台。买那一间呢、啊？那个最高那一间。我们家对面是基地台。有啊，你有钱整栋买下来啊。哦，怎么会没有在卖的？